梦半醒，我搁再想起你，恨我哪会将心嘛交乎你？离别恨的嘴子，讲甲我醉醉醉，乎我袂记你初见面爱矜持。爱我的时，你甜甜甜；想我的暝，你甜甜甜；起我的时，你甲喘气。无情无泪过三年，我算什么？冷冷的梦那醒，我要搁再想你。若无感情，就放你去，我要赢你一只脚开。爱我的时，你甜甜甜；想我的暝，你甜甜甜；起我的时，你甲喘气。足久无拍球啊，当然要袂记要安怎拍。不要紧啦，我用多少努力。袂骗嘛，佫会当讲双笑。好啊，来来来，开始拍球。我会记你之前拢惯是徛倒手边啊。我想讲，你着敢若剩倒手会当拍尔，那安尼我甲你换边，安尼拍起来较公平嘛。那是啊，那你也是承让啊。对啦，我的手讲哦，我家属较无顺手，所以就拍较大力了嘛。啊，不要紧啦，你等我一下。好，来继续。那安尼我跟你话平啦，安尼你倒手较好拍。唔免啦。我要坚持。无啦，我无安怎啦，我无说你去跋倒啊尔。啊，不过讲真实的，真正伤久无拍，找阮啦。是讲，其实你进步真侪呢，即摆已经比我搁较厉害啦。歹势啊，啊，就愈拍愈顺手，一时袂记得了，你无方便。无啦，是我较歹势啦，拍到你拍球的心情。那会？好佳哉，有你陪我运动，无我嘛足久无拍球安尼。啊，不过我看中军应该有常常咧运动啊，我感觉。我要啊，我现在想要食日料，行啦，我请。你是不是心情没啥好啊？
咱两班开车的时阵，就莫阁讲遮个啦，行啦，外省啦。哦。行啦，现在看啥？哦，无啦，行啦，拍球啦。你是无用，我先去换衫，等一下门口等。喂，庄君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啊？子彤，你嘛要运动啊？啊、哦，对啊，凯宏又来打壁球。啊，你哪会知影？哦，因为阮朋友嘛约我来打壁球啊，啊，拄好看恁伫电梯内底，要甲你看已经袂赴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凯宏伊就讲伊心情无好，想要运动流汗一下，看心情较好无，伊就叫我来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啊是讲以前做不爱找许世伟陪做伙拍。啊。啊，伊就想讲哦，有一挂代志，毕竟也是我较清楚啦。做啥你也唔知。安娜，伊约我来运动，你咧食醋？无。你嘛知影，我以前每顿食你交朋友，而且我对咱感情都有信心啊。我呀，我交朋友吼，嘛是要打壁球，啊，凯宏也想要流汗，规天做伙拍。阿姆哥哦，我已经结束啊，准备要换衫呢。中军进来啦，拍球啊！无好啦，是安尼。啊，有间吼，你若要拍，爱去搞招。啊，这个讲啊，我即摆先去换衫啊，哈，拜拜。家己的未婚妻，佮前男友单独相处，佮伫遐无要无紧，真正是白痴。看起来哦，我应该想佮较厉害报数，安尼唔才用。这间日料是毋是换总破西啊？物件哪会拢变到遮尔啊歹食？应该袂啊，这间餐厅的料理真出名嘞，而且食材嘛真鲜。啊，只是你的口味干哪变啊？你拢点一寡较早你无爱食物件。是不是啊？换一个口味嘛，顺便换一个心情嘛，安尼有啥物唔好啊？所以你是心情不好。敢是公司，但是我听讲，你才去香港讲生意啊，尔，安尼应该做了袂歹啊。哎，无啦，你卖个药啊。子龙，你的面明明就写心情不好这四个字，讲啊，
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啊？好啦，我讲啊，我到即马，敢若这坏的，我见唔着人啊。你是讲你的助理小珍对吧？啊，但是我有听讲你即马助理除了小珍以外，还佫有几下助理呢？这是合作厂商的问题。袂歹，你讲的人，敢是总军？那安尼，伊真疼你啊！而且做出来甲你斗相共，伊佫对你真体贴呢。你讲的迄拢是表面的，实际上哦，你敢知影？查甫人无主见，讲较好听的是体贴，讲较歹听的就是无根骨头。我就听，我真正是就听的。算啥去啊？我无想要讲啊。别淋得这么凶啦，你刚才也没吃什么东西，这样喝很快就会醉了。林秋池那不是更好，一醉解千愁吗？好啦，你别再躲了，心情不好，吃一点甜的也可以解忧愁啦。有当时啊，我真的是很怀念咱过去做伙的时阵是遐尔快乐，譬如讲，咱拄识识时阵是遐尔浪漫。咱拄识识时阵，你讲破我踮在人客头壳，而且看到我伫这面笑，哪有啥物浪漫？为着知影你甲林子彤是安怎识识，对吼，我真正是连酒醉啊！我刚才会记得咱交往时阵的灯光未点，还佮有你甲我求婚时阵的浪漫。我三不五时，嘛会想起这个代志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亲手毁掉这一切。是讲子彤，我真正想袂到讲，我之前安尼伤害你，害你这么伤心，你竟然阁愿意把咱过去感情去聊聊。放在心内的代志，哪有可能讲放袂记就放袂记？这是文轩都煮好的咖啡。好、哦，多加看伊做这杯咖啡在苦涩哦，就知影哦，一定真好啉。嗯、这是当然啊，也无看是谁的后生，谁的老公。老公，坐好。哎呦，恁两人敢一定安尼搞波，安尼太过浮夸、啊。阮就是要让你无极限的娱乐，让你的自信心爆棚。是啊，是啊。文轩啊，俺家哦准备个差不多啊，阿嫂罗啦，心里一定会如来如好。这是一定的啊。好、哦，啊，不过我今麦干那希望订会馆卖假搞啦，偷偷替阮制造心里最好的假象。阿是安怎讲？爸，我跟你讲哦。无啦。
伊这两天一直话过来，讲啥物？大刚拢会交关200阿的餐盒，根本就是想空想胖，想要甲文生修理，伊真正有够怒的。哎呦，这我家己也当应付啦，莫跟我爸烦恼啊。无啦，这就应该有谋子讲出来啦。今仔日我人在家啦，伊若是搁出现哦，我再来应付伊啊。好好，不要讲到伊啊，那无咖啡拢变较歹啉啊。好啦好啦，莫讲伊啊。啊，即摆哦，我着好好啉一杯你煮的咖啡，啊，等下食你做的泡，好好享受一下吼。哦，啊，不过你袂当享受伤久哦。嗯，我想怎啦？啊，刚讲恁家食物件，我时间的限制啊。莫安尼啦，我甲恁家头家足熟的啦吼，大家小参详的啦啊。是是是，我当然知影你是 VVIP。啊，不过爸，你莫袂记啊，咱等下哦，赶去找小雨替伊赞声呢。啊，对对对，小雨哥这条较重要啦。哎呦，我嘞哦，嘿，我家己来甲你讲的，我煞袂记得去啦。啊，希望等下哦，一切都会当顺利，啊，恁兄弟呢，相喜临门啊。啊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就跟你的目睭有关系啊。多谢先后讲啦，又投资一间哦，叫做阿波罗医疗公司啦。啊，这间公司哦，伊医疗机器手臂哦，非常的进步。那是当用特别你目睭的手术哦，遐呢风险低，啊，恢复够紧啊，对你的目睭哦真有帮助啊。真是的哦，啊，那只要有眼角膜，老公的手术就透懂啊。是啊，哎呀，这嘛是爱当有四海眼角膜才用的，那无拢是假讲的啦。啊，眼角膜生起来应该是真简单，就当摕到的。就算是开钱买，我嘛一定要想办法替文轩找个适合的。而且嘛真有可能因为安尼，文轩的万一加修理，我们才有法度等伊降价。爸。文轩做的咖啡超好喝的，对不？我搁对你挺一罐。好啊。丁委员，你是听无人话哦？敢一定爱我把你的相片搭伫门口，搁写讲此人不受欢迎，禁止进入哈？文轩已经做好选择了，你别过来个交流。我是文轩的妈妈，我是那边来关心嘛。我拄则听恁讲，什么眼角膜的代志啊？只要找到文轩适合的，伊就有机会恢复光明啊。一直拢是来排队的，那有什么意思？是啦，你莫在遐乌白开支票啦，给文轩无必要的希望。我乌白开支票，你才乌白开巴拉票嘞。你之前不是对我足侪山盟海誓，啊结果嘞？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，我无想要搭只哦江滨古笑啦。对啊，莫干那知影讲过去的代志，反正阮家就是无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文轩，妈真正有办法，你相信妈？不需要。你出去啦！哎呦，就叫你出去，你听无用。文轩，你相信妈？文轩，出去啦！爸爸，咱莫受到伊影响啊！紧将物件传出来，来去找小雨啊！你害我伫个上短的时间，替你找一副眼角膜。我知影你一定有办法摕到，而且不管偌侪钱，拢毋是问题。毋是我白给你斗三工，迄是因为即摆咱蒋家已经无吸即款走私器官违法行李啊。讲真实啊，我即摆真正是完全无门路。无门路，怎么都有可能？爸十岁的时阵。咱蒋家伫个泰国，都是华侨内底上大个黑社会势力呢。无唔对啦，迄是爸还袂用后抓入门进前个代志啊。自从爱叫爸了后，就开始对爸咧找枕头风，
柯庆爸都要洗白，转假赌做生意，结果爸完全照伊的意思，所以彻底断绝，比我违法啦、偏门的生意啊。我记，我的个性真傲慢，也真硬皮，一认定的代志，就无法度改变。所以当年，不管我妈安怎求伊，伊就是唔肯接受阮母仔，给我一个正式的身份。这种个性，哪有可能我改得改啊？那不是食老出片，就是这查某伤欠卡。啊，那无，哪有可能说给爸手卡洗手？可是啦，伊是甲爸掠死死。来讲哦，人一生中一定会拄到一个克星，爸的克星绝对就是阿姨。爸离开了，伊就存些将贷款，一直到今嘛。敢讲伊无法对待你这情人仔，我当然你受委屈啦。不管现在姜家的局势安怎，只要我跟文轩会当顺利回去姜家，你放心，阮母仔绝对是跟你徛同边。你嘛一定需要阮的大三工，对不？我唔对啦，我确实需要你甲斗相听，这就是我甲你跟文轩坐当的主要原因。坦白讲啦，我即马。现在我的处境应该是高头顶麻油，天会着，治袂着。我需要恁母仔回来姜家，壮大咱一帮的势力，安尼才当跟阿姨相对抗。若无我看，早晚姜家会让阿姨规划放弃。你敢知影？你这话对是什么？搁了模模标标的我来讲真重要。我知影这个世间，靠人要紧我，我听到一款归属感。你真正袂感觉讲，我是咧利用你甲文轩？咱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人原本就应该互相斗相共，哪会讲是利用呢？只是我感觉真奇怪，大爷，咱这么侪年拢无联络，想做你的英雄，想到阮母仔，甚至需要阮斗相共。你应该有家己的家庭，家己的囝儿是谁啊？我的母囝几年前发生意外，拢过身去啊。是的啦，我唔知这代志。不要紧啦，代志拢过去啊。虽然讲是真痛苦，啊，不过我当接受这事实。可是安怎讲，人总是要向前看，那无你是真歹过。原来大兄有这段过去，那不是命运创治。我说我有机会陪阿兄度过这段人生黑暗期，啊，不过这马无同啊。咱兄妹仔这马已经有共识，只要大兄替我找了适合文轩的眼角膜，好，我有机会挽回阮后生的心。等我甲文轩回去姜家。领做贵重的那一天，我跟文轩绝对全力挺到遐到底。阿嬷，我要出门啊。哇，这个敢是我的查某孙？哎呦，那水甲那袂输我电影明星嘞！哦，真是真水甲。甲等你文瑶若看到你哦，一定哦，互你电甲死死昏昏去。哎呦妈，你安尼讲，伤含啊！嗯，我伤含。你若不相信阿妈的话吼，甲等你啊甲文瑶见面的时阵，你再看下什么反应的表情。乔月啊，你要和小雨两个去约会哦。今日哦，唔来穿了真水，阁真有查某人味。
不是要去约会啦，是吼、哦，陈忠信亲身邀请阿外去厝里食饭，一定是有正事要讲的。嗯，啊，陈忠信邀请呀、啊，哎、嗯，都无什么感觉欢喜的啊。陈忠信迄个人心机遐尼啊重，伊邀请超越去啊，一定是挂那个小金有别项企图。当然嘛是有企图。陈忠信哦，要阿外啦一个正名。就是陈家新妇、啊，天母，你的意思是讲陈忠信要代替小雨讲婚事的代志啊？是啊，啊无咧，文瑶都已经甲张博士讲阿月啦，是伊未来的太太啊。嗯，啊当然陈忠信哦，伊来赶紧出面，啊来替这个后生啊主持这个婚礼啊，啊若无是咧讲心酸的事。单单的只是叫文瑶请我去你家吃饭，也无讲要做啥。恁是卖想安怎啊？讲噪音呐，你唔免歹势啦。你安尼生，即马腹肚内面有文瑶的囡仔伫个，会使讲是因单家开枝散叶的喜事呢。唔嘛讲哦，文瑶要紧哩，连这遮尔啊歹溜溜的陈忠信哦。一定会甲你笑命命的。哎呀，阿妈，即马讲这伤早。好好好，阿妈卖讲。好啦，无你赶紧出发，阿妈待在厝哦，等你好消息。嗯。好啦，阿妈讲，我先出门啊。嗯，爱甲说你哦。哎，起步啊！我看吼，我是倒来去看妹仔，去个陈忠信的变声版啦。嘿，等下等下，啊，无你是个人去斗什么热闹啊？哈，哦，我是小雨的妈妈呢。因若结婚，我是要坐大位的人啊。我唔管哦，伊是要讲亲情啦，或者是要求婚啦，啊，或者是吼正常要食饭啦。我即做妈妈一定爱在场啊。哦，你也是讲到嘴夹破了了，讲到袂输你较我尼啊重要的。我问你咧，文瑶，伊敢邀请你去？嗯，无嘛，迄就是代表伊根本无欢迎你在现场。你若想雄雄走去共闹场哦，啊，共咧讲亲事好的气氛，啊，怎啊共拍歹去？你莫怨叹讲哦，死搞你的后生哦，怨恨你一世人。我哪有可能去闹场？奈无，你的个性，感觉你家己唔知。开嘴讲话就三公六节，啊！若无合你的意，你就要共口舌。啊，煞煞去啦！反正哦，我哪讲哦，你嘛袂听啦。你就待在厝的吼，乖乖啊等，等阿哥的好消息啦。你就继续笑啦。等你发现恁翁哦，爬去阮新民的眠床顶哦，我就看你搁笑会出来。你哪在这？起炕来。这条真是好我的朋友，我要买啊，你紧白条。那条命大，敢不是我跟万新民做伙看到的那条？啊，那才是拄好，阿伯。该领带嘛是迄条啊！
敢有看唔到？阿伯甲阮新民做伙？我伫只楼梯就好啊，来，唔免走吼，多谢。熟悉，真熟悉。哎呀，我平常是上班乖乖啊，拢是拄到一挂妖魔鬼怪，一直甲我作乱。我受气呢，啊！啊，拄到这些美人咯，我的心情就会较快活。看你这样操烦哦，我真正做唔甘的。我马上是了解方彩霞爷做人，伊真正是唯恐天下不乱，顶个也不敢干官。伊哦，是孝顺，够爱笑。愈来愈超过，跟他吵，无被褥啊头壳顶来啊！伊哦，就是靠世有忠才嘛，所以才会不话不听啊。忠才，你要好好处理，啊那无，伊绝对过会闹代志。好完啦，咱做伙的时阵哦，莫讲遮无欢喜的代志啊。你本来要跟我笑聊，即卖哦，拢有头甲面啊，我看咱心肝嘛计规矩，我替你暖暖的。哎，即卖在我身躯边体贴的人。家里啊，卖看我真听呀。平常时哦，我是真孤单，心内话哦，嘛唔知要找谁讨。你敢拢无对胡林讲你的心内话？我看胡林就很花啊。嗯，我受人行为哦，你的背离跟我较合。可以帮助我的事业发展，不知道跟他到底呢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超强不是我亲生，我跟他只能算说是有名无实啊。啊，既然夫人的背离这么好，你不就应该更加珍惜他，跟他生孩子，哪有名无实啊？算起来，我嘛算讲是一个修道人啦。这么多年来哦，我真用心的修炼，迄质量都无尽如实啦。那呢，你们都要破解啦？不要紧啦，修到这个坎站，我应该差不多啦。人生哦。总是爱有选择啊！即马对我来讲，上重要就是你。你对我这样看到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那是我会当为你开枝散叶，回报你对我的感情，你知影有偌好。那呢以后。对家几个真正爱你、真正关心你的人啊！嗯，哎呀，哎，顺其自然，那是我做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和你跟我做伙每一分钟，拢会感觉真快乐，袂记所有烦恼。
你买啦。阿妹，哎，你干嘛是你？拍谁啦？总裁的。你是李逵，叫我来处理。是。起来啦！我看到恁两人来来遮，我搁想讲是我看唔对啊。后来你两人才知影是有人包场，唔让别人进来。阿伯，你唔着跟万新民做伙，竟然包场，你哪会当做这个袂见效的代志啊？不是啦，你误会啊啦。我误会。万新民，我阿伯拢已经几岁啊？你阁敢诱拐？你真正就袂见效的你。好呗，就跟你讲，讲我呀！哎，谢你啦，你大心大命，千万莫跋倒了。你讲我误会，我起码就看到你跟我阿平两个人在相亲呢，佮讲我误会，我你解释清楚啊！你两个对啊，你讲啥？当朝我看到你两个人行夜的时阵，我阿平戴迄条领带，就是昨你跟我笑的迄条。原来你昨去买物件，就是要来目镜我阿伯。无你即摆想要破拢敢若会冰晶？无唔对啦，我甲新民哦是有来往啊。啊，不过伊亲像本君，我嘛真有站站啦。未来交往哦，袂去影响到任何人的啦。是啦，都才是总裁讲的安尼。我是爱伊无唔对，啊，不过。我从来都唔捌想过，我变胖还尴尬。拜托你，请你莫讲出去好不？你到底有啥物囡仔在偷骗？你会单纯为着爱，不顾一切，真正是笑死人呢！你嫁给我阿伯，绝对是有目的，不是为着钱，就是为着地位。什么老先无得，我的糊涂到什么拢看袂出来。会的哦，这是我的代志啊，你别插嘴啦！无可能啊，我绝对无可能结点点。何万新民这种人离了咱家，就亲像应过你们，以后绝对腥风血雨，后患无穷。你想家庭的人呢？哪有可能没有影响？我今嘛有等伊个阿妈阿哥阿母讲。你袂当去讲啊，阿无规个乱听，就莫阁乱了风啦。请吗？讲啊！你唔讲，我早晚嘛是要让全世界拢知影，我是江崇仁身躯边唯一的查某。啊，唔过即马时机也未到，我未当好拄开始我要做的代志有任何的失格差。江超越，我想对你点头。我即马头有外加，将来你就会给我打我。请啦，放弃我啦，放我啦，一切都爱怪我啦，你把我当成为难啊！你那就是你唔对，我今麦就跟你甲我阿母讲，叫我阿母制裁伊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你卖放出去好无？那是因为我爱总裁的名声怕歹去，那呢我退出啊。我为起码开始，我就跟伊切好你，我袂阁跟伊讲讲你啊！你讲的话，鬼才相信，谁啊？陈月，你妈咪好不好？第一次，第一关，你就怪我就好啊！你千万别害总裁名声拍歹去。无论要安怎，只要愿意放过总裁，你跟我讲啊，我拢会去做。你即马怎样讲？有怪人红色的时阵，咱拢唔知影惊。你即马根本就是想要拖时间，然后继续跟我阿伯偷来暗去。我绝对叫阮阿母去告你侵害配偶权，让你替替死心。啊，超越啊，无需要闹到安尼啦。是啊，
你若真正让夫人去告我，那咧总裁秘书是要去我倒位去？恁家己做袂见晓的代志，阁怪我无给阮阿爸面子？你这个狐狸精，手段真正有够多的。我无在要管你，啊，不过话都有，绝对会把你的关系全部拢揭露出来，让大家拢知影。我已经讲过啊，这拢是我不好，是我唔对，我的太子。对刚刚造成的伤害，就到这为止。你若真正让狐狸去告我，身份真计较。妈呢？这才是对因造成永远都无好化解的伤害。你敢真正要因为这个代志，让总裁付出上大的代价？你敢真正忍心要伤害总裁，卖去狐狸？我看什么？你一定会回来，袂阁来往啊！假使讲，阮讲话若无算话，到时啊，看你要哪处置，我都无话讲。嗯，我保证，我袂骗你。啊，若无，我马上即边互你看啊！你看，我刚刚你拍到安尼，总裁都无替我讲话，好个，伊嘛真后悔跟我做伙，无得卡，真正因为你的出现，伊就醒啊，伊就袂阁跟我继续来往。好了。你先走了，我跟超越有话要讲。这条领带，哎呦，我不跟你讲过啊，这只是一个真简单的礼物，互相的交换，干嘛需要这么敏感？我愈想愈唔对，昨我甲文瑶去买物件，拄着万新明，啊，伊甲我同款，看佮伊这条，伊坚持买来，我才让予伊。我拢看甲清清楚楚啊，照你来讲，应该唔敢送予你才对。啊，结果伊竟然真正摕去送你，这就表示伊根本就唔惊你的关系瘪空，甚至伊是超过伊安尼做的。嗯，卖知影伊人，伊拄仔予你拄着啊，佮闹到安尼。照你讲，这条领带早晚会互我看到，互阿姆看到，这就是想要来的结果。我就跟你讲过啊，这只是一个真普通的物件，无需要你大惊小怪啦。啊，你到底是要安怎啦？啊，一定要不干吼，啊出来拢知影是毋？较早你毋是这款人呢，啊你今麦哪会变到安尼啊？你讲风流作戏，啊不过万新明毋是会当风流作戏的人呢。进前有信泰。叫阮母甲差一点仔有无命，阁叫阮拐起来。万新明，伊是心肝真正足凶的人，毋是你话来就来，话走就走的。我敢有这么好骗啊？超越，我袂少岁了呢。我这世人哦，拢无好啊，过一个日子，啊，逐工啊做牛做马啊。为了借此赚钱啊，上体贴过我。最近哦，我们公司真重啦，啊，你遐堂弟超强啊，搁四个了了代志，我真头疼。真无简单哦，才给按来落来。伊若搁加了代志，我真正唔知有这材料。
我会当替伊处理。阿伯，我知影你足烦恼的，啊，阮大家拢真愿意替你分担啊，是你无愿意甲心内话讲出来，才会让家己的压力这么大。我就是无想要让厝内人烦恼，想要让恁过更好的生活，才会把所有压力甲烦恼拢吞下去。现在我想要好好放轻松，让家己一个奖励。煞你讲甲袂输哦，我犯什么天条咧？你这么辛苦，就是要让咱这个家会当幸福平静。啊，你现在所用这款会把家庭毁掉的方式放轻松，这样就等于是把你辛辛苦苦打拼来的结果毁掉啊。我知道了，我不应该哦，偷懒暗去啊。啊，不过我跟你阿母做伙这么多年，你也看到，我们是怎样相处的。我根本就无家庭温暖，敢讲连我做一个赚钱机器拢无感情，安尼才算讲是一个好人，是吗？这个家哦，真需要秀兰，我真清楚啦。啊，不过我嘛需要感情的温暖，抓好啦，前面伊就挖过来，我一时心存，再。但不过你讲了对啦，伊不单纯，以后我袂阁介意有交叉啦，你就卖阁乱啦啦。那讲出去啊，凡世万亲面，伊归去啊，不分乱，走去刺客阿妈甲阿母，敢讲这就是你想要看到的结果？要甲万新民撮合你，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，伊的个性。伊绝对会继续乱。我知，良心啦，我有站站啦，我袂连一个查某人就无法度应付啦。喂，温瑶。我已经出门啊，啊，不过雄雄有一个代志处理，才耽误着时间呢。哦，恁先吃饭啊，免等我。无啦，无什么代志，恁们来吃我，我马上就到啊，哈。嗯，好，就是安尼。我要约你吃饭哦，紧去啦，哎，唔等就久了。啊，你真正会到万新面找你哈？哎，我袂戆家哦，替家己的家庭来讲真笑啦。非得你好好想清楚，别让阿母跟阿嬷无面子就好。别在喝水啦，那是冷的。喝一罐烧茶，这样才不伤身体。哼。啊，温暖。哎呀，就是讲到你啊，你哪会打自己啊？打到这大难啦！我看你打到那样，心肝每打一个哦，我就丢一个，痛个。我若是无咧糟蹋我家己，江超越要来帮你耍啦。你敢真正要甲我撮合你？哎，我拄则讲遐个话啊，只是咧应付伊啦。我哪有可能放着你？歹势啦，互你受委屈啦。好佳哉。你无真正要放杀我，那呢？你爱我吃什么苦，我拢甘愿啊。头拄仔伫迄张超越面头前讲的遐个话，迄拢是我的真心话。我绝对袂破坏你的家庭，
才有当时啊，你让我看到你，让我跟你做伙，安尼我就满足了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哦，你上关心我，嘛上体贴我，委屈你俩，我会弥补你的。江超越，你这个查某孙啊，你凭什么管我甲江崇仁做伙？好啊，你要跟我打，咱就来打看卖。你惊尴尬大乱，我就予伊乱一个较有诶。当我有崇仁的囡仔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会甲恁规口罩拢处理掉。阿叔，这旁边啊。袂歹哦，水水水，这是你用你爸爸上深上深的父爱甲祝福来做诶，我相信有影来看到哦，一定会足感动诶。这边我的目的啊，就是要让伊看到这啊，让你目屎流出来。够较简单。当然嘛无，像这囡仔真好忍耐，真阿坚啊，不管什么代志啊，伊拢屈伫心内啊。这嘛是我对伊唔甘的所在。啊，不过伊这边啊，我都为失去罗安杰这个伤痛行出来，然后顺伊的心啊，可以接受另外一段新的感情啊。我感觉这对伊来讲是大大行出一步，所以我当然嘛要给伊一个大大的鼓励啊。来，这是道上干的。我是当通啊。这个动作是咱上火也得不啦。啊，准你不做的碰饼啊，你倒白盘毛准什么？啊，咱上回不啦，这是你做爸爸的人，要上回文瑶就好。啊，我哪会爱抢你的功劳？我家己要上回文瑶就好，我等人家给你上就好啊。你今麦啥啦？十二月吃菜头，六月在咧转手哟。我顶回啊，已经跟你拖背，话拢讲啊真清楚啊，你到今麦跟咧结口号哟。我已经认定你就是陈家的女主人啊，所以以后啊，小雨嘛等于是你的后生。即马伊的人生要走向另外一个阶段啊，这时阵啊，咱做爸母就应该要予伊一个温暖啊。你唔得完全无娘，直接跳出来抢咧做唔才对。嘿，你这人真正是足奇怪呢，一句讲也袂晓话，你这个嘴吼，迄明明就是真话啊，啊，佫较好听，你的嘴讲出来就。你敢袂用诶，较正经诶，直接甲我讲，你是真正足认真，甲我当作是你诶另外一半。啊，我甲你同心经营这个家，维持亲人诶感情。啊，我自然就知影安怎做啊。哟，你即摆是啊？你是牛咯？啊，搭坐就行成安尼哦。我就算讲是牛，我嘛是上过来上人命一只牛，做人命呗。人命啦，四十年前就早天命难违啊。安尼就较灵活呢。我前下用店主煮，我唔讲话，谁想啥？东俊啊，伊搞不好处，安怎口供都唔听，竟然走去投靠江中林，再讲伫伊面头前讲话刺客去，我真正是愈想愈无助。咱这后生是不是无有伊啊？哈，卖想遐济啦，我跟你讲啊，除了这个囡仔，伊家己也想会通啦。啊，若无，就算讲哦，咱个铺路拢铺好势啊，伊赶快弄入去巷仔底吼，行去边啊边去啊。你即马就当做讲啊，伊咧行人生的过运，当做伊咧修行安尼就好啊。哇，卖艰苦啦，啊若无我，娘，我艰苦你安怎？我惊你会甲我碰壁地变啊！啊，哈哈。爹啊，
啊，你是无闲煞袂啦，跟我说话斗相共，哈、啊。欸，你真无聊呢，所有气氛我咧只老电话机啊，规个人拍拍了了啊。你无看我甲朱丽萍即马同你培养感情？哦，好啦，歹势歹势，我无看到，无看到。你莫听，我袂讲啦。啊！啊！听到，你听无？你看啦，拢嘛你无代无志走入去家暴，啊！朱丽萍即马听到啊，紧带去告伊啊！哦，两人有异性没人性呢，哈、啊！哦，即马我爱你都无陪啊，我这个兄弟啊，啊，咱刷刷机。代念讲哦，你安尼罗汉卡做遐尼侪年啊，无怪即摆会幸存啦吼，莫甲你计较。我幸存，罗振英。我嘛是我爱人诶哦，你若是继续欺负我，我就倒去甲阮父边讲，叫伊来甲你定个金丝丝。李表，行，咱来过药，行啦行啦。我来讲哦，你手烫着哦，你抹药啊，你就较细。我知啦，知啦。这药啊真好哦，啊挂落哦，等下就袂疼。我告，多谢。哦，我身负重任呢，若是无甲你处理吼，等下是用白赔啊。嘿，菜。啊，是讲丽萍啊。心安哦，对你是真心的啦。这几十年来哦，你在伊的心内一直占着一个真重要的位置。看你安尼风风火火几十年，最后还是会当手牵手，真正替恁感觉真欢喜。我知啦，我其实我嘛想袂到，我甲陈忠祥的缘分来这么深，应该是天意啦。既然天公伯安尼安排，应该是我甲伊的恶缘已经了啊，深嘛延续的是善缘。我会好好珍惜。这一定爱的啊！我咧讲啊，人生当中哦，上珍贵的，就是会当找到一个哦，甲你牵手做伙行到老，行到死的伴。啊，对啦，这些，我有一件代志要问你。什么代志？啊，就前一阵啊，我甲陈忠祥做伙看一挂旧物啊，啊，我有发现一条旧的围巾。看起来应该是陈老爷伊留落来物件。照你讲，陈忠祥应该是足珍惜的啊。啊，不过你知影无？哦，陈忠祥哦，气不不搞讲，小阿公爸佮留这个泰国米啊，才咧定地才咧插啊。你敢知影是安怎？围巾哦。哎呦，啊，都是碰在起来，长长迄款的啊。我想起来，应该是当初的时候，老爷哦，外面的查某哦，巧等老爷的啦。等老爷以前在外口。是啊，以前迄个时阵哦，迄个查某我想要来等个哦，这名分呢，后来我看出去啦。总共一句啦，迄个时阵哦，规个等个乱糟糟啦，无关心啊，真讨厌伊。我来想你哦。啊，是讲心啊，真害呢！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，到即马搁藏在心内，啊，敢袂忝？啊，对啦对啦，咱继续看阮娘做物了安怎吼？阮娘欢欢喜喜伫内底等我，我袂当让阿伯甲阮心面的代志影响着心情。见因两个拄则拢甲我挂保证，讲伊袂阁往来啊，即个倒是相信因啊。
这是秋月来这回是要送给你等真久呢，我了准讲你落跑，唔敢来啊！我哪有可能落跑？对我来讲，你是我理想的未来呢。我真无简单才等到你真心接受我，我当然爱看马家边朝你冲过来呀！我知道你是来验收成果的啦。只虽然哦，我为了这工。头头认识几啊遍啊，不过毕竟哦，我是头一摆求婚。小等哦，我若是表现无好，还是有互你无满意的所在，你是莫生气哦。陈文瑶，我嘛是头一摆叫人求婚，我要哪会知影讲什么是做好，什么是做唔好？我干那会当感受到你是有心还是无心尔？有心当然有心吗？超越啊，这应该真清楚才对啊。因为你是真念着，一旦进入了我心内的人，小弟我讲的话，拢是我心内话，一定好好听清楚。超越。我是一个慢熟的人，尤其是面对感情，我特别细腻谨慎，还是因为烦恼，我无稳定一半心，会去拖累我所爱的人。但我即马无同款啊，另外人生慢慢渐渐的长大，慢慢雨过天晴时阵，你出现啦。虽然爱情一开始甲一般人颠倒摆，啊，不过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已经决定，把我真心交予你。以后，我对伊个宝宝，一定真忠心，我会负责你，我永远拢袂离开你。超越，你敢愿意相信我？你敢愿意给你个宝宝比来教我？我绝对相信你。看住你我的心内，哪讲一两字，谁人甲你比？感谢有你，一年过一年，为咱两人散休。超越。多谢你愿意相信我，我袂用讲谎言卡意，甚至面对爱情，有时阵真插头，我嘛可能无多你一段，曾有童话般的浪漫恋情，啊，我给你保证，以后我会替你找方便好，不管什么时阵你需要我，我一定会心肝保护你，我会给你真侪真侪安全感。我相信，咱未来人生一定真幸福。超越，你敢愿意嫁我？一世人，你对我心，我愿意。我的手，以后我嘛会替你分忧解劳。真心真意，将来嫁。你总是做我的明灯，牵手在我的心内，哪讲一两字，谁人甲你比？感谢有你，一年
过一年，为咱两人散歇，为这个家开机。牵手，超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会给我一个是我的一个宝宝机会，真的多谢你，万万我的内心。啊，你现在不应该说这个，你应该拍摄我袂记，我稍微紧张啊。想一两字，想甲你比，感谢有你，一年过一年，为咱两人散歇，为这个家开机。宝宝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若讲一两字，谁人甲你比？天光暗暝，慢慢变成惯习，有你的气味，是我心事。对啊，好，拄只条朋友讲伊话咧实际啦，哎，讲老牌啦，佫无粉红泡泡的求婚的话啦，啊，你都无要参与咧，我是咧着急，佮要跳出来替伊站声啦，啊，好佳哉吼，你不要答应伊哦。哎呦，爸，这就代表讲这是真爱。哦。所以讲，你拢听着啊。我拄只听你甲超越给我讲的话，足认真，足稳重的。这才是查某人要找的所需要的挖口。有影有影，我嘛感觉你讲得袂歹。啊，若无超越，哪有可能安尼笑眯眯？哇，佮主动安尼亲无对吧？哎爸，哎，伟弟啊，哎，我的意思就是讲哦，阮小雨做细汉啊，有甚物代志拢放伫个心内。就连我这做老爸的，嘛毋捌看伊安一口气啊。对一个查某囡仔讲出遐尼侪心内话，伊真正已经尽力啊！这嘛表示啥点啥？表示你啊，将超越伫个心目中已经占到一个真重要的位置啊！啊，但头回你啊，恁绝对会幸福美满就对啊！无唔对哦，这是小玉顶爹人啊，伊对米西米呢至死不渝啊，所以啊，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啦，你只要嫁互伊啊，绝对幸福美满。就怕说啊，超越会感觉小雨对伊爱伤侪伤满，我阁记在袂掉。爱伤侪伤满，敢会艰苦？袂吧，我就足希望我的老公到我八十岁，面皮裂到会当甲好心夹破死的时阵，伊也是逐天到我床间面顶黏贴贴啊。小雨。这是爸爸亲手做，做俾予你，甲超越，祝予你啊，永结同心，完完满满的碰壁。所以真用心。哎，其实啊，这个碰壁对我祝福以外，也有淡薄仔弥补的意思啊。干怎讲五年前啊，我毁掉你一段感情。不过我真感谢天公伯，让我有机会用个看到你，佮重新把你心内一片门拍开，用个接受一份新的爱情。虽然讲爸爸伫爱情这方面啊，我家己有哪收了不好，啊，不过
恁老爸我有一支哦，串供串到破格出，我即马直接替靠极端，你个超越的爱情啊，一定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啊！真正多谢你。啊，恁一个人想吃一个碰壁啊？这是阮对恁的祝福呢。丽萍阿姨，多谢你。来，来。哎，等等，看家，看家。一二三。超越，欢迎你，欢迎你成为当家主妇。阿姨，这个讲话话，我会送你。欢迎你，成为我情人。哪里是安尼温柔求婚的？卖手机那风头啦！对哦，那边有迄个意思讲哦，伊阿哩亲像温柔安尼，开一个正式的求婚啊！你我哪安尼讲啊？无啊，哦、你免甲解释遐济啊！创啥？那都乱啊！哪讲我这点嘛？我早就比小雨啊早一步啊！我早就得到朱丽萍讲一句，我愿意啊！怪你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怪怪你，怪怪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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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不不，吃碰饼嘛。来，孟子。啊。嗯嗯。要我干呢？我未够快呗，恁谁都向你拍胯呗。说出个叫你好、哦。哎，你今妈咧讲我到底是爱割一片手受气，还是我爱笑你？等等诶，蒙子是伫甲你胡闹啊？迄碰饼是真正足好食诶呢。你敢袂当教我安怎做？这哪啥问题？重点是这碰饼算阮陈家独门诶手艺啊！你拄仔叫我等等，我无。你即马至少嘛叫我一声爸，我听看卖，我唔知有一个理由通我传承予你。超越，阮爸已经开嘴了呢，伊若是无叫，就是无好的面子，我惊阮爸会继续当生气。爸，当初伊拢叫你爸，你搁安尼讲心讲心，嗯。对对，哎、啊，我有新妇啊，我有新妇叫我爸。耶！恁小雨哥的求婚顺利圆满啊，刷落来就要进行第二阶段的重头戏。什么重头戏、啊？当然是让你这准人妻又看麦。你巴肚内的宝宝到底是查甫是查某的？嗯，你已经知影，你甲医生串通哦。我是想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啊。超越，你唔通怪小雨哥哦，伊为着这个求婚哦，想到规个头壳强要破去啊，才想到这么特别的节目，为着要给你一个美好的记忆。嗯，超越，我知影，我你最后才知影，咱宝宝是男宝的查某，对伊真无公平。不过，我
只是因为我是要给咱宝宝，你爸爸跟妈妈结婚这时阵，已经是参与咱生命当中。哦，所以讲大家拢知影，宝宝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哦？无啦，哎，干那小雨家己知影尔，我哪知影讲我的金水是查甫查某？哎呦，不管是查甫也查某的，拢是单家的宝贝大孙。小雨，来，安坐，你紧张无？来，准备好未？等你倒数了后，就用这支针，把气球堵好破。那是内底的砖皮是哪色的，就代表超越八道内底是男宝宝；那是昏暗色的，就是女宝宝。我那是有两种色，就代表上色啦。这边哪有可能啦？我哪有可能放到内底一届顶两个宝宝？好啊，来准备倒数啊！来，五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咱团结宝宝是大伯的，心爱小情人呢？哎，唔对哦，那咧就是我的情敌啊咧。不要紧啦，我欢喜讲完。大伯的，我单家金孙啊！亚弟啊，恭喜哦！对，即马开始哦，恁单家就要来开枝散叶，子孙满堂啊啦！当然啦、啊，我什么样都蛮赢你，干那坐囝坐孙这点嘛，我就一定爱赢你呀！我你赢，我你赢！阿高，阿高，我甲蒙子哦，冇准备礼物，要送给准爸爸甲准妈妈。蒙子，来。哒哒。哈、哦，美姑啊。这胖啊，真够醉啊！这是鸡腿面包啦，因为哦，不管是查甫还是查某的，大家一定会把它当作是心肝宝贝，所以啊，我就特别准备这鸡腿面包。阿蒙子哦，就准备这红卵啊，这是代表我一点仔心意，希望这囡仔哦，会当头好壮壮，好有气。一定好有气的啊，因为我们大家拢会好好照顾超越的身体，宝宝哦，一定会足健康的。多谢，安尼我就先代替宝宝，多谢大家的疼惜。你个细弟啊，细弟啊，偷偷行啊，偷偷行。你个细弟啦，直行，偷偷行。子彤，你今麦感觉安怎？是不是人无爽快？我可以记得当初，你嘛曾像今麦同款，真尔温柔甲我冷的，若不是命运创治。咱即马嘛应该是幸福快乐才对。哎，这里，我感觉我用麦克也袂使啊。子彤，廖凯宏，你跟我较近的啊。上好是直接给我浸下去。
要看你。出去，你别后悔，因为自从您酒醉，所以我才上一当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，多谢你呢。哎呦，子彤，啊，你哪啉到这么醉啦？刚刚你搁拄着迄个要甲你灌酒的客户啊？迄个客户算啥？我有搁较烦的代志。自从的意思应该是，伊即卖事业愈做愈大，所以相对的，工课压力嘛会愈来愈大。这我知了，多谢你的提醒。听坤伯讲，你最近做病了，也唔过吼，你若是拄着什么困难啊，心情无好，是千万茫放伫心内，拢无爱讲的。嗯，我知影。虽然讲即卖现场干干的工课有较辛苦，但是会当学到真侪新的物件。我即卖逐工拢过得真踏实。安尼就好，加油呢！我看吼，我先送子龙回去啊，若袂等就要吐，就歹处理啊。哇，那呢，恁紧回去，多少行嘞？嗯，来，子龙来，谢你哦。当初拢是我想要出头，输到后悔看去，才失去自动。啊，那无，今麦陪你自动辛苦别人就是我。总说你哦，来，阿你先坐下吼。我醉，这就见面醉了。好，来。来了。好啦，无你先困，啊，我先甲家整理你的，无你明仔载透早一起床，大家一趟醉就危险嘛。系啊，我约好这个时间，你甲超强讲电话，可能是伊卡来的。喂。子彤，来，你有见无？来，我给你扶。别拿，我给你起来啊！我的电话你接要从哪？无啦，我是惊迄手机伫咧另外甲你插着，才替你接的啦。结果是卡人问你要贷款无啦？是的啦，等到还是清醒啦。哦，我看我的物件你卖我白卡啦。无爱出是安怎？你是安怎买的款？啊？哦，无啦，我是想讲是安怎？你有香港回来了，就一直拢无看到你挂迄卡手机。咱两个拢订婚啊，你嘛真该去卡手机，敢毋是？啊，就，凯宏毋是心情无好，我去安慰伊，啊，我今日去刺激着伊，所以我就无挂啦。嗯，敢会？也毋过我拄则看伊阁做开朗的啊。无，你即摆是怀疑我讲白菜哦？哦，无，我哪有可能怀疑你啦？啊，是讲你是该去卡手机收去倒位啊？伊较傲手指，摕着我就凊彩等啊！我哪会记你等去倒位啊？哦，敢若是你无说伊个手指用碰见啊，也毋敢甲我讲。哪有啊？应该是咧拖遐啦。应该，所以你嘛无确定哦。无，你即摆是安怎？
我只是一卡酒，这暂时无管尔。你就安尼一直问，一直问，一直问。无啦，我只是感觉，自从彼时乱讲了后，你个人变甲足生分的。而且你明明就真爱迄卡手指，伫你去乱讲以前，你是逐工拢挂掉的呢。袂用钱，我袂当卡袂着就对伊使性地。若是甲林子彤伤过无共，即声庄君一定会头一个怀疑的。安尼哦，我话这张歹面就真正白了工啊！哎呦，我哪有对你较生分啊？你嘛知影，我香港迄个单有偌大，我逐天哦是无应该想要变过安尼，所以我就对你较无耐心啦。啊，你要手指是无？无我即马找予你啦。是你想要无用啊，所以袂记放在恁倒位。你老实跟我讲，我袂生气啊，不要紧。一个死念头，一定是咧试探我。无啦，只是哦，一定是我唔知影想去倒位啊啦，我搁找一下，你等一下吼。我真正是感觉足忝，足想要困的，你嘛紧倒去休困啦吼。晚安，晚安。好啦，那安尼你嘛较早休困的。晚安哦。总算是把迄个念头往走。子彤好像拒绝相票哦，我到底是倒位让伊无欢喜啊？来啦，啉一茶哦，小休喘一下。嗯，做什么？哦，哦，你着免遐尔啊，赶紧转来。你许明仔早起甲阿强吼，坐透早班的班机转来就好啊嘛。无喏，妈，我搁咧想讲哦，我应该坐搁较早一班的班机倒转来才对。安尼我着会赴会当甲超越归焦，互伊搁较有信心哦，去面对温柔因家的时段。啊，若无像陈忠信迄支嘴哦，这尔后甲人考试，咱毋是巴肚。这个代志吼，你免遐尼啊操心啦。我咧想讲吼，陈忠信一定会看在文雅面子上，袂安怎样啊，要来为咱阿官啦。伊较等落去回来啊，咱再详细甲问看就好啊。嗯。超越回来，超越，阿母你回来啊！超越啊，迄陈忠信敢有甲你为难？是啦，阿外嘞，阿文瑶叫你去因家，伊是到底甲你讲啥？阿妈，阿母，你唔免烦恼啦。文瑶找我去因家，是当伊是在面头前跟我求婚，我冇答应啊！真是的，真好真好，我的阿瓜啦哦，总算要嫁人啊！超越，恭喜你呢！文瑶哦，是一个读你外口的查甫人，阿母相信你以后一定会足幸福足美满的。啊，对啊，嗯。家有方便，阿哥有红的，对哦，是文瑶叫我找回来，阿妈阿哥出来带人吃喜气的，而且这方便哦是等等的，是，
爸亲手做的。伊讲这代表会祝福我甲文瑶一世人圆满的心意。真是的。啊，你看起来陈忠信哦，佫不然有心的。这只阿嬷哦，那真是放心嘛。超越啊，超越啊！红人吼，我知影什么意思啦。啊，不过你不是讲文瑶干那向伊求婚尔？要红人要怎？啊，佮有这个蓝纸片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红人，哎，我会记得较早，那送红人是祝福讲查某人生后生。那你讲，阿宽嘞，你巴肚内这囡仔是大伯囡仔？嗯，是我要特别拜托医生做检验的，伊想要给我一个惊喜。哇，超越，你来这熬啦！哎呦，头一天就大伯的呢，较唔同款。那呢，你以后伫个单家地位哦，都稳当当。那伊陈忠信这款吼，重视迄个个性，伊绝对是会拼性命保护伊的子孙呐。以后袂阁找你的麻烦了，安尼真好真好，恭喜你恭喜你。阿姆，我要因爸哦，对我真正足好诶，恁免烦恼。阿姨即马已经在想要替我甲文耀的囡仔号啥物名？哦，我巴肚内这囡仔，既然是大伯孙，啊，这下真正麻烦了。万一多心啊，真是需要阿我巴肚内这个黑的黑，阿我甲陈家迄阵人一定袂放伊煞。阿妈，你是安怎？你看起来足烦恼的款啊！啊，哪有可能会烦恼啦？你阿妈哦，欢喜都袂赴啊！那真正要烦恼吼，嘛是应该烦恼讲吼，以后看要安怎替你照顾你的身体，啊，佮你巴肚内底 baby 哦，要安怎才有法度佮你顾到头好壮壮？妈，我来讲对无？是啦是啦，怎么讲？要顾囡仔这款代志，哪应该予陈忠信遐去做呢？妈，那这你都唔免烦恼啊，交予我来处理就好啊。你哦，卖看阿姆啊，无半撇哦。那讲到查某人有性这个代志哦，吼，阿姆是有咧研究的呢。咱查某人吼，那有性，而且哦，巴肚内底又是查甫囡仔的时阵，吼，迄体内荷尔蒙的变化，会让你的皮肤变较焦粗焦粗的。这个时阵哦，就交予阿姆来解决啦。阿姆吼，用心给你顶补，给你调理了哦，绝对哦，你迄个时阵皮肤会比今嘛。更加白泡泡又咪咪，啊！你阿妈哦，蛮有经验啊。到时阵哦，我甲你阿妈两个人哦，联手起来，绝对哦，会当甲你的身体更加足妥当的。阿姆对我这么好，我所替阿伯，我嘛会头家的代志。安尼做，我敢对得起阿姆。阿姆，你真正对我足好诶。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甲你讲。好啊，有啥物代志做你讲啊？啊，不过阿姆，你可能爱有心理准备哦。哦。其实我发现阿伯，伊做对不起。秀兰，你倒来啊！啥物代志讲真，欢喜，讲出来平衡一下啊。家姐，我有提早挂断来。啊，那无都白富听到超越两行喜事啊！两行喜事，头一行喜事哦，就是文瑶已经正式向超越求婚啦，而且哦，超越嘛答应啊。呀，恭喜呢！哎，那呢，我这个阿伯应该要准备什么结婚礼物，送给我上宝贝孙啊？哎呦，等你啦，我都还没讲完嘞。你嘛听我讲完吼，再来决定讲要送什么大礼给超越啊。第二项的喜事就是这个红卵。红卵？你是讲
超越巴肚来的囡仔是查甫哟。叮咚，正确答案。嘿嘿，你看，咱超越是咪足够的，头一天哦都是查甫的呢。吼、哦，别个迄单中心哦，以后无中心，咱超越拢袂用的。哦，不过你也讲到这么欢喜呀、啊，超越，你甲看，咱一家人拢在替你欢喜呢。你一定要加油啊！千万唔通辜负大家对你的祝福，啊，佫唔忙呢？对啦，我是应该传什么大礼哦，来送予超越啊，佮伊巴肚内囡仔咧。我先去捡一斤白粽，啊，佮有啦，我预计来过分送予母仔，你讲好？我想超强应该没有意见啦。超强当然嘛没有意见，啊！你这个阿伯做到这样水亏着，我感觉你真好啊。到时阵超越若嫁去陈家了，才袂互你陈中心看无。超越，有阮这个后头厝互你靠，你以后就免惊陈家的人会甲你欺负。阿姆，今仔就多谢你，叫你全心全意在替我设想。哎呦，三八。这阿姆该做的啊！你看，你阿妈哦，拢感动到安尼啊！妈，草叶无心，我要嫁给文瑶呢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！这算讲是双喜临门的大喜事啊！你哪有头革命的啦？无啦，我那油头革命，我真欢喜的。啊，我那咧想讲哦，我唔知要安怎来教我咧调养身体，啊，这囡仔够勇敢。阿哥，请你原谅阿妈，无法度对你讲出老实话。阿妈在烦恼，讲你今晚有偌欢喜。以后你得有我相信。好佳哉，我赶回来的时间抓得准准准，那无超越地公婆我干什么的代志啊？安尼代志就会愈歹收煞。我的朋友哦，拢甲我讲，这间百货公司哦，拢是国外进口的婴儿用品啦，而且哦，伊的品质哦，好到互人学落会得志啦。我已经甲经理讲过啊，叫伊穿好鞋等咱，到时阵哦，咱就斗斗啊紧，紧到满意为止，哈。秀兰啊，你的个性嘛，收过着急啊。啊，我才当卫生人呀，哎，即马在穿要买这物件，敢袂伤早？妈，啊，咱两个人哦，拢是捌生过囡仔的啊。我嘛知影讲哦，迄巴肚若要大起来时阵哦，是足紧的呢。迄囡仔哦，咻一下就出来啊。所以讲哦，物件爱先穿得好势，卡免到时阵哦，欠东欠西，安尼是足麻烦的呢。我就是知影讲囡仔足敖大足紧的，买买遐尔啊多哦，目睭你若穿袂落，啊，毋是真讨债。妈，囡仔妈。超强哦，生囡仔了嘛是会当用啊。搁再讲啦，迄牌子遐尔啊济吼，嘛无一定每一项拢适合 baby 的啊。你看，超强细汉时阵食迄牛奶粉哦，唔是歹巴肚哦，都是过敏的，含尿珠啊嘛同款啊。到尾啊嘛是试过足侪牌子哦，才找着适合的。所以讲吼，咱即马紧较找牌子的来试看卖啊，安尼到时阵哦，较免麻烦啦哈。啊，你来买遐尔啊济啦。啊，到时阵迄物件拢剩落来，是要安怎样嘞？我即摆是咧讲啥？我若向阳讲出即款的话啦，秀兰应该无怀疑吧？啊，阿妈，我想着啊，咱会当送人啊。即摆哦，生囡仔人遮尔啊侪着，就算讲是二手的，嘛足侪人要抢的啦。哈，放心。好啦好啦，实在你啦。你欢喜就好啦，妈。
啊，你是安怎？啊，你看起来敢那无啥欢喜呢？超越巴肚内底的囡仔吼，嘛算是咱江家的子孙啊。啊，是讲你无希望超越生囡仔哦？哎呦，你这讲这什么话啊？你那常常喊你啊搞人生话啊？啊，什么话用得讲？什么话袂用得讲？你还分袂清楚是毋？我是咧气讲你哦，那喊你啊搞开钱啦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哎呦妈，迄生囡仔原本就是爱开钱的啊，大人的物件哦会当较俭的，啊，不过囡仔袂用啦。迄囡仔哦，白泡泡、幼咪咪的皮肤啦，啊，佮有啊，胃肠佫无好，所以讲用的物件哦，一定爱用上好的才会。你哦，讲了真有道理啦。嗯哼，还是哦，你较有心。嗯哼，我信你。我也袂拢认几岁啊！你阁嘛妖怪，你真正就袂见笑的你，臭阿妹，甲你误会，你妈嘞！你这里，江超越，你竟然好大胆甲我扇嘴巴，那不是看在你是从人查某孙仔的份上，我早就甲你压在温泉池内底拍，阁何你这么嚣摆找我算账？洪秀兰，你即马阁会当甲江老夫人的手揽掉的，啊，不过真紧，你得给我一脚踏开。等我坐起你尴尬新妇这个位置，规个尴尬就掌握在我的手头。到时阵，若将超越，还阁过去甲我做对头的人，我一个拢袂放伊煞。丽萍是我要娶你的当家的某。以后这个家要交回来还，而且这个家无任何人欢迎你来。我是上几处西装，要来和小雨做结婚的礼物，你凭什么阻挡我？就是你今仔用彩票送过来，小雨赶快叫钱影，把这个西装啊，摕去衫裤回收站。不相信啊，咱去来收书。这个万新民是愈来愈大胆，干嘛当作是诈告的？我总裁先去风流，你卖管。我代志要问你，你这白金银店里，这件代志还袂处理好势哦？家己的朋友。总是比家己地位搁较好啊！卡苏拉会当结盟哦，互相安抚，对咱拢是较有利，敢毋是？迄敢毋是丁桂冠，还搁有万条万辛苦变遐乱人啊！恁总算出现啦，钱又抓来了。我先去摕了玫瑰演讲帽啊，阮老赶紧去，卖去耽误着时间。别离开，先甲物件交出来啊！你想要甲我演讲帽摕走？无这代志。超越，安怎？还是我总管？我会按照妈的吩咐还一寡警告。超越，那无你先去车里休困。你从那边看了，我们这位家来，哪个无去啊？车里。超越，你来紧张，我马上给你休去。哎呀，那个军人嘛，看着你摆。来，我绝对袂放弃，你赶紧来。若有真心爱讲坦白，若要受伤，莫讲遐多。虽然受伤，虽然满病，无需要拖沙，好时间证明一切。一段点点讲的话，亲像风无声无息。等无好天的心情，无离无灭。请你讲出真心话。请你讲出真心话，莫阁予我猜忌。一段点点讲的话，
亲像风无声无息。当无雨天的心情，无你无妹，请你讲出真心话，请你讲出真心话，莫阁予我。